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8日星期二中午12:00至12:31，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9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09案，全部照列，另作两项宣告。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依民进党党团中委员孔兆提议通过共25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6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7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23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复，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会议记录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8日星期五22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管碧玲、三、委员释一方、四、委员费鸿泰等分别拟具货物税条例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至九，委员徐永明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化良委员会审查，监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医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一零委员陈雪生、一委员张廖万坚等分别拟具公路法，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一三委员洪慈庸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四至一五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陈一敏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高露已用巴基拉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一九委员郭正亮等拟具烟酒管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零至二一委员郑玉鹏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委员郑玉鹏等拟具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文业已经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发展观光条例，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五文郑天才等拟具劳动地震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六至二九文赵振宇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水土保持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零委员陈淑月等拟具国民福利基本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三一至三三委员陈超明等拟具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民事诉讼法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四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资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五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六委员赖世宝等拟具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三七委员洪忠义等拟具有线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八至四零委员林德福等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发展观光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一至四二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长期照顾保险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三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公共场所厕所条例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四委员卢秀燕、四五委员邱颖等分别拟具货物税条例，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六至四九委员庄瑞雄等拟具消防法、保全业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粮食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50-107，交通部、经济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财政部、劳动部、内政部、国防部、司法院、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盲障委员会、考试院、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文化部、教育部、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卫生福利部、法务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09-112。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预算决议事项、预算刊物表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13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提案，经审查决议不予审议请查照案。114-141内政、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事项、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112-152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王定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罗志镇等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苏贞清等拟具《建实际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苏志芬等拟具《养殖渔业用电条例》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5-6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7-8委员吴思瑶等拟具性别工作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9-10委员于婉如等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货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11-113委员吴思瑶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教育内政两委员会审查。114-23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保险法三案、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信托业法、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期货交易法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4委员柯志恩等拟具优生保健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25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这一部分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23院会通过。4动物保护法修正案。5-6院会通过。7电业法修正案。8院会通过。9法官法修正案。10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11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12-23院会通过。24证人保护法等修正案。25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26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议事处增列。27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讨论事项宣读完毕。现在有登记发言的委员了，第一位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代表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议列案顺序如下。我们请会务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好，请宣读。第一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第二案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第三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案，第四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五案证人保护法修正案，第六案环境用药管理法修正案，第七案驻外外交领事人员任用条例修正案，第八案证券交易法43条之1修正案，第九案证券交易法28条之4修正案，第十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第二位徐永明委员发言。是第三位啊，是第三位。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一次院会建议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及第二案顺序如下，其余顺序依照程序委员会意见排列。第一案，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一案。好，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案司法互助协议已是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手段，恐有缓不济急之疑，应将对国人之食品安全保障防线拉到更前方，由台日官方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采样抽样小组，联合针对日本福岛等五县食品及相关生产环境，包括水产品及海水进行抽样，以作为风险评估之依据。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五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的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是否有当进行公决。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曾明忠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一次院会建议政略讨论事项如下，并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其讨论事项依序排列，详细项目请会务人员宣读。谢谢。请宣读。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卫生福利部基于国人健康及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及第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十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请公决案。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将苏正清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请公决案。第四案，住宅法修正案。第五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第六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七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第八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第九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第十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头号医师养成所投入之资源甚至产生流浪医师，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李彦秀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我想从刚才国民党团的提案变更，包括时代力量的提案变更哦，还有等一下要提案的亲民党的委员，大家对于这几天看到未来核灾食品有可能，包括林权院长昨天在媒体上讲的有可能要开放这件事情，国人仍旧有很多的疑虑。连续假期的三天，当时我个人在委员会本来是要求20场，最后在跟民进党的招委协商之下，最后我们勉强同意了10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说要在3天内办完，号称最会沟通的政府拿10场连续3天的公听会一下子办完，要来为核灾食品未来的进场背书，这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吗？我相信这几天从各项民调，民众国人对于核灾食品要进来台湾仍旧有很多的疑虑，特别是
卫福部送进来社福卫安委员会这个报告书，看起来好像是到日本去郊游考察，拿来一本日本的官方报告，说这些核灾的食品都没问题。请问卫福部风险控管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林权院长昨天在媒体上的背书，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还是日本驻台的代表处的处长，完全在帮日本人讲话。台湾每一年日本有这么多的贸易进口，我不相信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贸易谈判可以去跟日本人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过去在现场很多民进党的委员过去也反对核灾食品，怎么到半年大家全部都转了一个弯？我再一次希望，我身为一个妈妈的立场，对于包括现在很多日本的出口商改标产地炸标的状况，现在就应该立即启动司法互助。另外，我希望大家摸摸良心哦，我希望大家摸摸良心，日本的很多食品、海产食品不是每一个都一定我们让我们看得懂、看得到它的标示。我希望能不要进场，为什么我们要让台湾健康的台湾人、国人的健康存在这种风险之中？我觉得身为家、身为妈妈的我，我绝对不能够接受。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不分党派，包括全国各县市也有绿营执政县市的民意代表议员坚决反对。所以我希望立法院可以跳脱蓝绿，大家捍卫国人立场，好好正视这个议题。谢谢。好，下一位请王玉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上个礼拜一样在程序委员会啊，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提了一个案，就是有关于我们应该要加强，要我们的新政府跟日本签订司法互助协定这样的一个提案，来为我们国人的食安把关。很遗憾的，在上个礼拜二同样的提案当中，我们这个段宜康招委没有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提案，最后还通过表决否定我们的提案。我们是到院会据理力争，在党团协商的时候，后来在党团协商底下，让我们这个案子进来了。但是今天本席召开了朝野协商，针对这样的议案召开朝野协商，我们很遗憾的又看到民进党的委员集体不出席，一个委员都没有。今天上午的朝野协商，包括时代力量、包括亲民党、包括高金委员，还有国民党的多数委员，我们在现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要来讨论这么重要的食安议题，但是民进党的委员竟然一位都不出席、不参与、不关心这么重大的一个食安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程序委员会有时代力量跟亲民党还有国民党，我们再度针对食安议题有相关的提案出来。我希望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民进党的委员们不要再挡案了，这是涉及到国人食安的问题，我们应该要理性的共同来讨论。更何况大家刚刚已经听到了，民进党的版本的讨论案也只有食安，我们现在院会里面可讨论的讨论提案并不多，那这么重大的一个食安议题，更没有理由来阻挡，不让各党团的提案进到院会来讨论。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公布最新的民调，有高达74%的民众反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这样的一个民意，我希望在座的委员们大家听清楚了，高达74%的民众反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进口。作为民意代表，我们当然要帮国人的食安把关。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只要跟食安有关的相关提案，我想任何一个党团、任何一个委员都不应该阻挡，而让我们立法院有理性辩证讨论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希望，待会整个程序的处理，不要有委员要提这一种档案的，或者是发动表决的，应该让每一个党团的提案都列案进来。
中国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是持续站在为国人食安把关的立场，会有更多的讨论事项，我们要站在民意这一边，然后强力的监督这个新政府，因为这个新政府不值得被信任。从昨天晚上，我们林权院长接受媒体专访，他已经是说他要开放，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设立场。我希望林权院长，你不要沦为是日本驻台的代表，你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院长，请你挺起肩膀，抬头挺胸，站稳立场，为国人的食安捍卫到底，积极把关。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陈怡杰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哦，建请亲民党团所提的这个决议案呢，列为讨论事项的第一案。那其余呢，皆以议事处的排列顺序为主哦。那亲民党呢，自国内发生食安收水油，以及美牛、美猪事件后呢，其实就非常的关心民众的食安健康，也从来没有缺席过。那对于这次扩大开放和平食灾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应该要先公开全面的风险沟通会议资料跟会议记录，以及公开的风险评估报告。为什么这样说？从食药署十一月十一日发出的公文第三点为例哦，其实今天早上在协商的时候也有提到，其实行政部门他们自己就爆料说，从七月到九月，其实根本就没有跟民间团体沟通。那后来呢，主妇联盟呢却打脸，他们在十一月十四日有表示，七月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提供给政府部门有关日本民间团体的名单给卫福部，包括任何他们想疑问的疑虑的问题提供给卫福部，但是政府完全都没有采纳哦，也没有跟他们联系。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合理怀疑卫福部、农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完整的风险沟通跟风险评估。因此呢，台日应由双方官方与公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对于水产品、食品、食品加工等等这些哦，它整个制造的过程也好，或检验程序相关事项，去提出一个完整性的调查，那并提出风险评估后来立院报告哦。那对于十一月十二日到十一月十四日连三天的十场的公听会的正当性，亲民党团其实是提出无效而且质疑的，应该依据前述台日官方及公益民间团体所做成的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那邀集利害关系人跟反对的民间团体重新召开公听会。那亲民党以民众食品安全为优先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所以呢，因此亲民党要求合菜食品的开放与否，应该要先做好完整的风险沟通，而不是用日本人给予我们的风险评估的资料来说服国人，我们应该接受这些福岛的食品是完全安全无虑的，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而是应该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整个程序上的风险管理评估哦，然后用我们自己的风险评估报告，而非日本提供的哦。所以呢，所有的风险沟通、风险评估、安全控管跟边境措施都应该做好，确保下一代，我们不会去牺牲到下一代的健康，而也形成到了全民共识以后再来讨论开放与否，因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人不能做核灾食品的厨余桶，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哦。好，谢谢。下一位，请赖世宝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我们看到过去三天办了所谓十场的公听会，我们看到这种在黑暗当中摸黑进行了。形同摸黑进行了，各位。这时候想到想想胡茂啊，看看日本胡灾食品，想想胡茂，看看日本胡灾食品。胡茂花了半年的时间，办了二十场的公听会，超过百场的说明会。而这一次的核灾食品，他挂名字还不敢挂核灾，还挂个日本食品，然后呢？三天办十场，我们全中华民国过去的公听会没有过这样的一次，这是破天荒的。开快车，我们在这里，我们敢问蔡英文总统，你到底在急什么？这不是黑箱，什么是黑箱？完全没有符合程序正义。
我们再看，我们合理质疑，也合理怀疑，蔡英文总统、蔡政府已经答应的日本人什么东西，交换了什么东西？我们要求蔡政府要说清楚、讲明白，向全民说有什么政治利益的交换。难道要说放了以后可以让蔡英文总统去日本访问吗？有这样子吗？即便是这样子，我们也不依，因为日本人要喂食台湾的人民吃毒，我们绝对不依。我们绝对坚持台湾人民老老少少的人民健康，不得用任何的政治利益来交换。我再讲一遍，即便日本答应蔡英文可以去访问日本，我们都不依。假如那个是有毒的，确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卫福部敢出来打包票背书说日本的食品是 OK 的，没有。现在是日本的一个报告出来，各位想一想，台湾境界多可怜。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时代、民主时代，我们不是还在于日本的殖民时代啊。日本帝国喂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好像喂猪一样啊，就这样喂我们吃啊，我们都不能讲话。各位，我们表达强烈的抗议，这三天十场的公听会是无效的，公听会重新召开，卫福部真正的重新提一个正式的一个检验报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看得出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老百姓会认为日本的食品是安全的，特别是日本人过去在商标有动过手脚，这么糟的记录，凭什么我们要买单？凭什么我们要相信？只是因为它是日本，它是好像以前我们的，好像以前有一些人的祖国一样。这个我们不能接受，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这三天包括昨天、前天、大前天这个民进党政府卫福部，包括行政院食安办公室这个。总共这个办了十场的公听会，可以说从公听会它里面的内容说日本食品输台的公听会不敢写福岛周边的食品，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心虚那第二点，日本有47个县那福岛周边这几个县，他们日本人有1亿多人，我们全台湾中华民国只有2300多万人，他们日本自己稀释掉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送到台湾来？而且上次的渔业谈判那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就是要谈，就是让这个福岛周边的食品进到台湾来。我们难道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吗？对不对？我希望民进党的好朋友们，大家想清楚，全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日本1亿多人口，你把那4、5个县市就稀释掉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把互设的食品送到台湾来？他们日本人都不敢吃，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该死啊，一定要吃啊？所以说这一点是让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好，大家都考量第一个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个食安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呼吁民进党朋友们，像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这个人民是眼光雪亮，不会接受的。再来，因为我们是日本食品进口的第三大国，食品进口的第三大国，而且日本的食品销到台湾来占所有食品里面的1/4这个量是非常可观。其实我们老早就有进口日本食品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办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这个实在是让大家真的看不下去。所以说这
福岛周边的食品，我想全民啦，不是只有国民党而已啦，全民我相信大家几乎都反对，尤其这些食安妈妈，他们都非常担心下一代都是要吃日本的这些辐射的食品，他们日本人不吃，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们吃？这个请民进党向全国人民说清楚、讲明白。所以说，我们呼吁这个一定要刹车，不要继续再下去，就是说一定要进口日本周边这些食品，一进来，我相信全国的人民都会站出来，就像朴槿惠这一次一样。这个会全体出来反对抗议。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四个提案那四个提案内容都不一样，不完全一样的，有一些有重叠，有一些没有重叠我们是不是各党团协商一下，好不好？好，看这个提案怎么处理好，我们本次会议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原立我们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以上通过，散会。